你看龙哥身上人家的，这龙我已经喜欢跑这块了，真懒得练一拍。哈哈哈。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个背锅。那你们是背锅？嗯？鬼啊，就是高啊你。哦。你但是你今天嗯，有那个适应，然后哦，这个。啊。那这你们呢？这是高皮，以前你们好像是什么？以前你们什么都没有。就一人儿，你是起码不会的。然后在你这儿叫声音啊，那么鬼怪啊，然后长一个东西什么给你出来了。嗯。上那把上面给堵着。哦，下来这几人都不是个半截的，还没做完，赶紧跑出来了。 还是找人比较好一点。啊，这种还有托举，他从公园办还有多少钱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十年后再来问问。那个搞包机比咱家的。过桥，过桥，哎，这就像咱们划船呢。这虽然我不行，可是划船很恐怖哎。我有。你不要你划，我们划呗。 过桥，还有意思，知道吧？船的字。过桥。还有个话。我小时候在这里照过虾呢。船上你回来，游回来。回。我去，以前在这照过虾呢。是，我也。哦，怎么沉下去了？不要了，别提。我他现在都没有划这种的，有。哇。就是划这种意思。 你看，我们银子，多少钱？多少钱一个呢？对，是戳，嗯，是保虫，不是保人。我知道，抓金鱼。准备。啊，戳一个虫，好像十块钱比较好，二十块钱吧。我搞不定。虽然是你们划的。外面都是灰溜溜。好烫人。我们四个人银子蛮酷的。你们还有鱼。嗯。